立式冷却机。立式冷却机是河北瑞欧肖师母专为干砂负压铸造研制开发的一种冷却设备，具有螺旋振动输送、提升、冷却等功能，主要由外罩板、螺旋主体、底座、弹簧、鼓风机、振动电机等部分组成。立式冷却机型号为 ROLL-1，外形总尺寸为1600毫米乘1600毫米乘9000毫米，外罩板采用4毫米厚的钢板焊接而成，底座采用槽钢架构，振动电机分别安装在底座两侧，交错成90度布置。立式冷却机内部的振动输送系统，主要为厚4毫米的钢板组成的螺旋主体，以及螺旋主体缠绕包围的由16毫米厚无缝钢管组成的主管，是立式冷却机的主要部分。提升功能，振动电机产生振动力，通过弹簧将振动力传至螺旋主体，行砂在振动作用下沿着螺旋线一点一点上升，被输送到高处，节省了一台提升设备。冷却功能主要为风冷降温方式，在每一圈螺旋线对应的主管壁上伸出有6个细管，每个管上有4个冷风口，当鼓风机不断向主管内吹送空气时，冷风通过冷风口对螺旋线上的行砂进行冷却。因为振动螺旋行走比垂直距离长，所以能够快速高效地使行砂从150摄氏度迅速降温到50摄氏度以下，砂冷却量为4吨每小时到6吨每小时。立式冷却机只有2台5.5千瓦的振动电机和1台7.5千瓦的风机组成，总功率为18.5千瓦，能耗相当低，具有占地面积小、成本较低等特点，适合年产量在1500吨至2000吨、车间面积相对较小的铸造车间。更多信息，敬请关注河北瑞欧肖师母科技有限公司网站及微信平台。瑞欧肖师母将会为您提供更多的惊喜和服务。